你我君臣临行之时，先生赐我三刀锦囊，待臣打开头刀，主公请看。来，兄看来。好姻缘，歹姻缘，我把姻缘当当心。君臣来到东吴地，准备厚礼拜乔玄。主公，乔玄他是何人呢？此人乃大乔小乔之父，赵郎之岳丈。先生要寻去拜此人，必有诏意，准备厚礼一同前去。奉命。
愿意去成。哦，他们讲些什么？家园有老夫朝罢而归，服下人等个个交头接耳，他们在讲些过什么？他们在议论孙刘两家结亲之事。啊，老夫尚未当朝首相，此事为何一字不知？此事江东人等人人皆知，况那刘备依然国家，现在管的安歇。其实呢，刘备国家他也该来拜老夫一拜呀。你且把一想思好。是。离了官一地，他来拜相国。门上哪位在？想说什么？刘皇叔来拜。少等，哎呀，他逃来了。宁相爷，刘皇叔来拜。快快奏乐，有请。
当面宿罪，岂敢回来的鲁莽王老相害、啊、哎呀呀，岂敢岂敢呐、啊！师弟，见过老相公。是。见过老相公。罢了，阿皇叔，此为是此地遭遇喽。你就是长坂坡接花刀的子龙将军？正是末将。哎呀，真乃一员虎将。哎，夸奖了，虎将。哎呀，虎将啊！师弟，看李丹哥了。是。哦，老相哥，唯有一封宝礼，王气小囊。且慢，皇叔刚刚过江，老夫也敢收你如此厚礼呀？是不得，是不得。莫非先请师弟？这好、啊，老夫收下就是。告辞了，慢坐。皇叔为何缺行太急？还未拜过列位大人。此时老夫还未曾请教啊。哎呦哎呦，太浅了太浅了，告辞。慢坐。就好了，孙刘两家只为请将之好，才能同心协力攻破那曹操，待我金的攻去，效于国台之效，也好成全他两家这桩美事。正是孙刘两家皆请转，同心协力破曹门。可叹本侯半身忙，父王之丧身悲伤。
此子孙权七兄妹都把江东为你营养哀家武侯，听说求天不能，挑选求奸，选他进宫，挑选进宫接旨。天上圣人才，人间皆纷乱。臣乔玄叩见国太千岁，平生千千岁。此座谢座，恭喜国太，贺喜国太，本侯喜从何来？国太将军主招罪刘备，这岂不是一喜吗？岂有这等之事啊！国太，此事江东人等人人皆知，狂拿刘备一人国家啊！国太，怎么瞒起老臣我来了？本侯事事不知，既有此事，就该选你二千岁进宫。遵旨。国太有旨，二千岁进宫。接旨。仇而不孝，儿仇莫不和，儿臣接驾，母后切罪。平生谢母后，此座谢座。母后，将孩儿选进宫来，有何教训？娘来问你，孙刘两家结亲之事，可是你的主意？孩儿不知，无有此事。此事中无，人人皆知。狂拿刘备一刀动武，你这奴才竟敢瞒哄为娘不成？母后机智，孩儿不敢隐瞒，只因当年出兵鏖兵，火烧战船，正挨荆州之地，
被那刘备奸贼九讨不还，孩儿与周郎定下一计，诓刘备过江招亲，将他囚死董牧，荆州西部催收阿尔德。你这无知的奴才，即为荆州就该发大兵夺回，你竟一炮没为诱饵，是下美人之计。纵然荆州夺回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朕乃岂死为娘娘？母后他姓啊，母后姓啊，母后姓啊！陈帅，你伤了那周郎的胆啊！反倒我多可怕呀！就是、若想得上你找他为婿，若想不上你单凭尔等所为，阿国太那刘皇叔也不要回返，老臣依然相见，国太不想也罢，本侯心事已定，你们出宫去吧。总之
下且奏。明日我母后面向刘备，倘若相伤，岂不龙驾乘我等？这。有了家华金阶，参见武侯，站下。宣武将进宫有何差遣？明日我母后面向刘备，命你带领500之骑，每分在嘎诺寺看我的验尸行事，将刘备杀死。总明正事，大事安排好。杀狗刘定啊！野天一去，相敌就到。刘皇叔到，兵部台刘皇叔到，有请，有请刘皇叔。皇叔，
不太不嫌而返，润杯喜表根本与你什么相干？我所说话。
真正的多口，要说我多口，皇叔放下轿，放下轿。二弟心怀明誉何润昌，乃是福州解良人士，弟兄们桃园结义以来常在许州十三，无奈暂避那场无忧，那曹操待他身亡人后，三日一笑颜，六日一大宴，上马金下马银，美女生命他一概不收，闻听皇叔救了侠落，他抱定二位皇嫂将金挂鹰拔桥逃跑，我无关斩六将，弟兄们功成相会。哎呀呀，这位将军真是义气不小啊。哦，他的义气不小。哎，是一气不小啊。可是你亲眼所见，哎，刘备老臣亲眼所见，可是谁人不知哪国不小啊。真正的赌口，皇叔往下讲，往下讲。是啊，他乃皇叔结拜之三弟，兄长名讳字一德，乃是涿州范阳人士。这位将军，这神的大骨头，管爷手指长了八蛇矛，站在那当当朝臣，就是这样。吓得那曹操收了青龙扇，摔死夏侯杰。我讲，这位将军真是真无畏，无畏呀！
呀，找找找，此人姓赵，名勇，字子乐，乃是正定长河山人士。这位将军在那长安坡前与那长兵厮杀，只杀了他个七人七出。哎，老夏，哎，你记错了，是三更半夜。元帅，是你记错了，是七更七出。三起惊起错，起惊起错。俺老乡叫来，哼，你不怕烦了你的老祖宗？哎，本来是起惊起错嘛。陈帅，哎，皇叔，往下叫，往下叫。叨叨叨，这位先生复兴祖国名扬，何孔明老好卧龙，初出茅庐先少不芒果，西少姓叶仙，南京山接东风，成了名握手难传，烧毁曹家83万宋兵。哎呀，好火，哎呀，好火好烧啊！诸葛亮的火大，烧得你胡说八道。哼，诸葛先生非正贤，胸有兵卒就来待本侯霸占，儿臣不敢。
去有去，王儿顶上谢母后。老将，那是埋伏，可是你的儿？老臣不知，问过儿千岁。儿啊，此内是有埋伏，可是你的主意？孩儿不知，问过家花。家花听见。家花听见。来人，参见不参？走。大胆家伙，您是埋伏于海皇叔不才？这推出去砍了。慢说啊，母后斩了此人，玉儿何处不灵？他是己害你，你反倒没他讲情，求母后开恩。还不谢过皇叔？谢皇叔讲情。谢不过太不沾之恩。谢不太不沾之恩。滚了出去。是。哎呀呀，今日杀刘备是明日杀刘备，若不是刘备讲情，我这个吃饭的家伙早搬家了，日后谁要再说杀刘备、他就是刘备的大舅子。哼，你看皇叔相貌如何？果然仪表非凡，真乃我的佳婿也。明日乃良辰吉日，就在东吴成亲，薛国太爷回宫。
所处，昨日赶路时将路的众生须陪留悲。
珠树塔为何白莲刀枪剑戟？我家君主生来好武，留下白莲枪刀剑戟，乃为阴间宾客之礼。并与你家君主取了刀枪剑戟，都才肯进宫。是。禀君主，将归人言道，取了枪上剑戟，才肯进宫。啊。征战疆场，威名声先，今日看来倒是不胆小之人。侄儿呢，有取领枪刀剑戟。侄女武侯之袍眉，难道不孝的迎接宾客之礼？我不免谨而有退，看他怎样待我。国太之礼，母后之袍眉。
气，我母在世，两年无妨。全掌君主，贵人起。千里远一线牵，风流七姐并体连。今日都成家，归人君主，龙风沉香美意。个美英雄，贵人君主，来者，
虽须发求永命，一十二岁成元戎。官拜水军都督尹，代官将胆。今受命于此共情，只因赤壁鏖兵火烧战船，正来荆州之地，又被刘备劫去，九讨不还，使我与武侯定下媒人之计，诓刘备过江查无情。哪里是查无情，分明是书套魔计呀、啊！是我采取顶风蓄神，南去大探，怎么不见回报？正是。眼观将之去，耳听号角马行，大探刘备事，回禀都督之。迎风去上高奏，参见都督，参下啊！命衙人南去大探，可是曾一样？都督容禀，乔老金功臣报喜，我太子全不知。请出武侯闻消息，只因荆州大失败。我太平燕马破玉，甘露寺是燕京家起。武侯横天有远地，回禀。不顾那主意，啊！怎么，刘备他招罪江南，招罪江南？天哪！哎呀！凡周瑜勇计不成，怎不叫人擒？有情了，不图烟火妙计，待本都修的书写一封，呈与武侯，小于武侯在南巡与刘备起该幸福，每日升官喜悦，陈故相唱，想那刘备出生寒门，必然贪恋酒色，不思会转荆州，到那时发得一勺人大，荆州岂不垂手二头？正来好计，请都督休书，待本督休书。顶风徐声听令，传。书信一封，呈与武侯，不得有误。